看到了那样人的生活啊，心里呢也是很难受，看到他们没得吃很不忍。所以我常常说，每餐啊在饭桌里坐下来，端起了碗，拿起了筷，心里呢一个念头，量必来处，我这一碗饭啊是怎么来的啊？农夫他们很辛苦，所以啊一直都很珍惜搬定的物件。地油呢也是来得很不简单啊，我们呢要懂得如何珍惜天地万物。我们现在生活在这个时代，让这个时代的生活稳定，让社会平安，这就是人生的价值。就如前年开始 COVID-19 开始发生，那个时候心里就很害怕，这是看不到也摸不着，这是一种业力。我一直在说啊，佛陀时代就说呢，瘟疫疾病，瘟疫疾病啊，这是挡不住众生共业。为什么共业啊？过去啊一滴累积，所以造成了很多幽灵在第一个所在虎视眈眈，就是要趁虚而入。总是呢一旦众生一滴作业，一滴作业，一种要搏你吃我的肉啊，吞噬人生呢，做上罪业的，就是靠业，心靠这个心呐、啊，这张嘴，辛苦的行为。嘴啦，开口动舌，除了讲话以外，辛苦去做，那去用这么多嘴的动物，为的是什么？为的就是利益啊！那还要为着靠肉。那个利益就是提供给大家人烤肉享受，当他们活活的时候，环境是什么环境？活着让他们受苦，让他们失去了自由，等到人需要，他养大了抓来了，就是杀了入门啦，落滚水啦，那变成了一道一道的菜肴，在桌顶的，这些吞落巴肚底呢，也会给伊带来了给人的病，就是业，病业啦，这种是恶性循环，所以这嘛叫做形态啦。所以讲起来，咱爱用心、用地，这个形态到底是啥物呢？好好的用心追究它，来研究伊。天地万物啊，无不都是有生机。最近这
一两年来，我一直跟我们的教授啦、医师啦，一直在说，咱赶紧来圣灵，如何呢？把天地万物啦，要安怎会当利用？实在是呢，咱也未发现呢，咱会当供应给人类呢。健康应用，不要杀害动物，不要杀物命，给予人呢身体健康，给予心脑呢清净，心脑清净。那有安呢，咱会当安呢的食物，可以呢养生啊，还可以养心呐、啊。还可以呢，发挥我们脑力，如何去做人间呢、啊？可以呢，有价值，而且呢，利益人群的事。各位菩萨，真正的时间呐、啊，总是这样过，生命集合，生命呢、啊？到底有偌济集合啦？有偌济啦？咱拢无法度自我知道，我还有多少生命？但是我们人人要知道，分秒分秒安尼伫咧过。我常常说，感恩过去的分秒，来成就我们慈济。这五十多年的慈济路，即使呢分秒都可以发挥救人的工作，因为它已经扑向了全球。慈济人呢、啊，在任何一个国家，我们呢都可以去关心这多事呢。我们现在慈济把它呢铺。宽啦、啊，铺跨啦、啊，这种要帮助人的，只要用心，用心用脑，我们好好的集中起来，要帮助人的机会就大了。各位，我们在呼吁呀，救回完这些救菩萨。叫做菩萨救星，启发人人的爱心。我愿意每个月点滴，这个点滴呢，就是帮助全球，是功德无量啊！所以还是期待的慈济人菩萨早生，不要轻视那一点滴。我们的爱的能量不要轻视哈、啊、总是呢把握时间，这都是时间成就的。没有过去的五六十年，现在也无法呢在国际间，实际在任何一个国家在发挥它救人的功能，都亲像咱家己在迄个所在伫咧救人咁款。所以已有容颜呐、啊，但是呢，不是骄傲，咱爱欢喜，欢喜也是发喜，因为这就是佛陀的精神。他说，就是造福人间。我们用这样的方法，用这样的精神。菩萨走入人间，为苦难众生付出，这就是把握一大因缘，一大因缘呐、啊！这那个时候需要我们有这样的慈济因缘，在任何一个国家都可以这样的汇合起来，因缘已成熟了。因缘的名称啊，
我们铺的道路啦，都已经铺了平坦啦、名称啦、巩固啦，所以可以适用在全球。总是呢，我们要时常培养这一份内心很细思，而且我们要好好的知道评估人生命的价值，这都是生命的价值。有价值的人生叫做菩萨，菩萨叫做皆有情。